看影片开始前，请您先订阅赛鸽情报员频道，这是对我们最实际的支持与制作影片的动力，爱你哟。大家好，我是新城鸽舍林元和。你数年下回哪来讲的话是五零，一只鸟仔飞中啊十七，啊来个只三七飞中啊二十，来就是二四二五，这两只是干部鸟，飞一只中啊四十八到五十七，啊这只五十八是人鸟啊，阮转来一个，反正我嘛是因。像我的爸爸的姑啊，嘛像我的姑公，嘛同款拢是我阿妈的关系，拢是咱族人，迄拢有关系，有卡着关系啦。啊来就是迄只三七的黑的，迄只鸟我拿来讲的话是算我真正捡着好啊。因为我有一次甲阮太太去踅踅，啊拄仔看有人咧卖鸟啊路边摊，我甲阮太太讲，迄只鸟啊我咧也太介意，我也讲啊无咱要食倒来看卖啊。啊早人伫遐开买。过六千啊！啊，我讲出讲千五，我互我做看嘛，我也无啥会向啊。人讲好啊，千五我卖。结果我倒来聊阮爸，阮爸讲啊，再去倒掠这只鸟啦。我讲啊，路边摊卖千五块尔。啊，我讲爸爸讲这只鸟啊袂歹啦，因为我去查资料，这只我查的是屏东南冠郑志朗大前辈的鸟。啊，我讲爸讲我无我做看嘛好啊。啊，阮爸讲随在你，随在你。拄仔我出着一只三六三七这两只鸟啊，啊三七这只鸟啊，第介奇怪，我若掠出去群的时阵，拢会为迄块为人咧草鸟咧放鸟笼迄个空，直直拢为迄个门遐倒来。比赛嘛，我爱开门，为迄个空开门，歹用机关门遐未来，所以爱用开门遐未来。啊，这只鸟飞到东南亚。第三关当然嘛，飞进落来空山，无到一声的鸟，伊算有够，伊只鸟啊。啊来二四二五就是我2020年的新城双侠，啊拄我好，因两个两只共，因的伊迄两只鸟啊，佫共不叫。今年我就想讲，阮爸甲我讲也无过俩，叫我做看嘛，迄条鸟，因为我下知安怎斗，叫我做看嘛。我讲安尼，我两只干部鸟，我倒到另外我家己抽鸟的干部鸟。这两只鸟啊，是我今年春啊有出过鸟啊，伊甲我飞第二关，飞人家就台尾几啊只鸟啊，甲倒来三几只鸟啊。啊，我这两只干部的数拢有够。阮爸甲我讲，这两只鸟啊，叫我好啊用。啊无，我甲阮爸讲，啊无哈，我搁做看卖啊好啊。啊，知影今年哈。煞有飞出一只四十八，一只五十只，两只真正是甲牛鸟。煞伫我村啊，虽然成绩破破啊，但是今年哈发大发挥。啊，目前设计迄工，迄只二五是中港五点外遐倒来，哈无彩啦。那哈早会看我，但是伊这只鸟倒来是辛苦，过着雪花油，所以对来讲要倒来嘛是较一个艰难度啦。啊，这只鸟啊。我和新城至尊啊，因为伊的妈妈是出来难得出只工的，啊，所以我即回有煞伫两只三千算半嘛，因为我回来落来一只，就先抽40%。那来讲无即只，若无落来话，我是半嘛。两只第一届，我人生第一届饲鸟，饲到有两只有母嘛。他是薰风千金配黑影，啊，他跟薰风千金就是因为薰风千金他哥哥是狮哥哥配他妈妈，啊，刚好是2022春季权威第三关指挥法26语。
他是斯格哥，也是第三关斯格哥。啊，有兴趣的歌友，我这个有要分享给歌友。啊，有兴趣的歌友可以来询问。没有，寻梦千金，他要叫这只姑姑。这只也是母黑母。对对对，黑母。寻梦千金的姑姑。对对对对。他算是黑影的第几代？第三代。好，这是优秀的歌词。